下。压力大啊！那我们先来聊聊天。好好听，很喜欢的表演到现在。那个时候听你
就很喜欢这种歌，因为那场演表演就是我有去，然后担任嘉宾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很喜欢，那我们就来做这首。好不好听？好听哦！啊，那想不想跟新体合照？想啊！我刚刚在听合唱。合唱也可以啊，合唱也可以啊。合唱也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再来做一个大合照的动作，加入了新体在里面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。OK 吗？来，好。好，大家往前靠近一点哦。你看，你要看得到镜头，看得到镜头才代表照进去。好，那就。后面那一颗西瓜，后面真的有西瓜，有后面有一颗西瓜，超酷的。那应该是我拿，然后你就是。好好笑，好，再一张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要破西瓜了，那要先破西瓜。不要真的来了，我手会坏掉。好。哎，这是你的礼物。谢谢。通常啊，我们说这个演唱会结束的时候都会有安可曲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那签唱会现在也要走这个路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还是你们觉得无所谓？要。要吗？要有，对不对？那要有应该要有什么？来，成功！你看平常演唱会安可曲，安可，掌声，要么就欢呼，对不对？诚意够吗？两位，诚意很够啊，够啊，够啊，够啊！好啊，那我们就演唱这首歌喽。这是两个人合作的新歌曲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来自黄韵如跟吴欣怡合作的《美味关系》。让人开心又开胃，你的笑容藏了一些我没一生的滋味，融化我的心，唱出家乡，唱出。
在一起，傍晚散散步，喝咖啡，傍晚在一起，就在一起，享受着阳光，吃早点，在一起，只想和你，品尝生活的苦和甜，那是专属我们的感觉。谢谢。那我们今天的所有演唱就到这边喽，但是后面还有签名会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喽。那我们先请一组跟新体到后台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